我在剧中饰演乔真。我叫乔真。你不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他吗？是一个大大咧咧，哦对对对，仗义，我把这事很直爽，带着那么一丝女汉子味道的一个女孩。本来说要来看你，没想到在门口还被盘问半天。怎么样，好点没？乔真和小萌在一起，我觉得他不光光是小萌的上司经纪人，他更多的是小萌的闺蜜。肖医生不是说他有办法治好天空的眼睛吗？那他就肯定会有办法的。只要小萌一有事情，乔真肯定是义无反顾地上去帮忙。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需要一份工作，这件事儿啊你就交给我吧。对于乔真而言，我觉得肖思志的帅气，他的职业，他的性格，包括他的木讷，我觉得都是致命的诱惑。那帅哥医生叫什么名字？他穿白大褂的样子简直是帅出天际了。他属于对肖思志一见钟情，就自从那以后看什么都喜欢。我喜欢你，做我男朋友吧。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成长了很多，大家给我很多帮助，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。